早期乳腺癌一般指的是一二期的乳腺癌，这些类的乳腺癌它的预后是非常好的，比如说一期的乳腺癌，它10年的生存率已经超过90%，它的无疾病生存，也就是没有复发、没有转移的概率，可以达到96%、97%，也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类的乳腺的肿瘤。对于早期乳癌，我们可以进行很好的保乳手术，术后给予常规的一些系统治疗，比如说化疗、放疗和内分泌治疗保护的情况下，它的局部复发率在21世纪现在的这样一个时代已经非常非常低了。目前国际上给出来的数据是在2%以下，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，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。相对于肝癌、肺癌、胰腺癌等很多肿瘤比起来，乳腺癌，特别是早期乳腺癌，预后是非常好的，保乳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，局部复发的概率也是非常低的，大家可以放心的做这样子的一类手术。